欢迎来到 Green Square，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 Zetland 的一个楼盘的中心位置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整体的楼盘，绿色环绕。我们现在在的是一个超级无比的宝藏两房户型，这套房子极其设计精巧，而且正看 Green Square Town Center。这种凹字型厨房在澳洲其实蛮少见的。第一呢，在澳洲呢，整个客厅和餐厅一般是不分开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因为是在里面嘛，正好把我们这个厨房和客厅做了一个分离，做饭会很舒服。而且我们这个整体的厨具呢是升级过的啊，次卧呢设计的也很好，这边有一个阳台，自己可以直接去阳台上。我们的房间一共是有两个阳台的，客厅有一个，然后次卧有一个。本套房子最大的亮点是在此区，如果大家做过调查的话，会发现在新房里面很少有两房两卫带车位100万以下的，但这套我可以帮你做到，欢迎感兴趣的联系我们哦，感谢观看。